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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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Aries Channel。之前在逛网拍的时候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马上下标，然后今天终于到货啦，所以我就赶快来打开来看看，那就是这个，嘿，噔噔噔噔，它是海底捞的麻辣嫩牛自煮火锅套餐，就是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人吃过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懒人火锅啦，因为你如果不想要出门或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自己在家吃，很方便，而且它不用瓦斯炉就可以直接吃咯。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吧。其实啊，我自己本身不敢吃辣，所以我跟人家去吃海底捞的时候，我是吃鸳鸯锅，就是不辣的那一边。可是我想说，这个是他们的招牌，所以我还是买就麻辣嫩牛的好了。嫩牛是吗？嫩牛，你怎么打开啊？打开这个盖子，然后会有餐具包，然后湿粉条，粉条是冬粉的意思吗？然后还有这个菜包、酱腌菜，还有。透明的碗哦，它还有附那个说明书，如何自制一个麻辣嫩牛小火锅，牛肉牛杂包，这个是今天的主角哦，我们的主食，还有这个清油麻辣火锅底料，食品专用发热包，请勿食用哦，这个就是有点像暖暖包的东西，应该就是今天可以让它整个热起来的一个东西啦，这样子。步骤是一，温柔的打开食材包，把食材们放进上层的餐盒。我先把这个牛肉放进去好了。哦，这感觉就超辣的啦！这个牛油，感觉超辣。完了完了，我等一下完蛋了。怕辣的人，再来湿粉条。湿粉条放进去哦。短一短一的好 Q 哦、欸、我用手可以吗？反正我自己吃嘛，好，用手放进去，好像塑胶哦。麻辣火锅底料哦，整个喷出来，欸，它是红色的耶，感觉就超辣的，我今天穿白色衣服感觉就会沾到，失策，我竟然穿白色衣服，闻起来就超辣的。再来菜包，哦，好多哦，它有那个莲藕，这是莲藕嘛，莲藕、木耳还有海带。哎，我刚好像真的喷到衣服了，该死，我这个衣服第一天买就马上弄脏，那下一步是什么？打开底料包，将底料慢慢倒入上层餐盒，加水至刻度线，加水到刻度线，刻度线在这里，加水，热水更加，那我就加热水好了，我们家刚好有烧一壶开水。啊！这个烫到我的腿，好烫啊！我觉得我要站起来，好烫，我刚烫到脚，好烫！该死，这个真的很危险呢，水超烫的啦。然后加到那个线那边就好。天哪，我的脚刚烫到热水，好烫啊！还没开始吃就一片混乱，还好不是滴到我的脸，靠你吃饭。下一步，将加热包的透明外袋撕掉，放进底层的盒子，加入凉水，
自助水现处。好，就是这个吧。还有包，这个暖暖包的东西放进去，不要再喷到我了。然后再把这个放进去。嗯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不要太靠近，等下它会烫伤，对，像有阴影，好可怕。不太敢现在马上大口的吃，因为我怕我嘴巴烫到。我现在已经烫到够多次哦，哭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海带，好吃好吃，海带不错哎。再来这个是莲藕，我真的很不会用筷子，很不会夹，这样子，莲藕脆脆的。然后是木耳，我也很喜欢吃木耳。嗯嗯嗯，好哦，我感受到它的辣了，好辣哦！刚刚一开始吃还没有那么辣，然后刚吞了几口嘛，然后觉得那个感觉来了，哇，还蛮辣的。它还有这个笋子，可是我不喜欢吃笋子，所以我不想吃。然后还有什么料呢？看一下。冬粉，我很喜欢吃冬粉。这锅里面我唯一不喜欢应该就是莲藕吧，还有笋子，其他我都 OK。嗯，好吃哎！我觉得这整个超级下饭的，我觉得应该要添一碗饭，我就添一碗饭，白饭。这个配饭吃超级爽脆的，哎呀，这一定要配饭吃才好吃啊！我应该可以配两碗饭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好辣。今天的晚餐就是这一锅了。然后如果大家也要吃的话，记得要小心，热水在倒的时候不要烫到，还有就是它这个蒸汽在喷发的时候也不要去烫到，还有就是把盖子打开的时候也不要被那个水烫到，就是一个被一直被烫到的一集啊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，你们就自己上网上淘宝去买吧。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要订阅哦，然后还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结果还是来吃海底捞了，来金赞这家店的，而且在这边可以选自己想要吃的食材，还有锅底，就不用在家自己一个人吃那么可怜，然后还要吃那些我不喜欢的食材啦，而且也不会烫到。我选了四种锅底，一个是菌类。一个是我最喜欢的番茄，一个是猪鸡的，一个是麻辣的，而且还有超多肉的。